一边说着一边什么？老师，你说着。不能说。你走两步呀。是人离开被子里啊，俩再来几下，再来一下。日本中国武术学习团松田龙志一行特意来到沧州孟村学习八极拳术。这个小伙子同样是全国武术冠军的获得者，可他练的却是披挂拳。披挂拳和八极拳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，他强调大披大挂，放长技远。俗话说，八极加披挂，神人难招架，道出了这两种拳法的功效。402-2984，2984，对。无线的，上场了。昨天我拿个第一，我上的拳，所以，对，八极拳，对，十三这边，十三这边，对。